偏最犯错的。你认识他五十二年？嗯，我认识他五十二年。他不听你话。从政治上到生活上，我都劝他。他清华看不起北航的，因为他是学霸。是吧？充分。他跟周恩来是老乡。我跟周恩来老乡。也是老乡，也是韩城的。我也盐城的。也是盐城的。而且周恩来还在淮阴生活了，念到小学还初中。我跟周恩来更老乡。啊。比他还老乡呢。对。也是学霸。我也是，但是我无锡的不行，离周恩来远，得还得过长江。他们经常在盐城活动，盐城，盐城，盐城，就北京的新四金研究会在帮我们准备在那边，精神可以，那个，你不要套路太老赖。那没办法，我孙子这太小了，我得操心。我计划就你被他们累了，太累了。我主要是前两天重感冒，孙子太小了，就重感冒。